记录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杨鹤。那么本本视频为大家带去这个直播时候打了一个素材。那么前面的话也是使用了这个幻神啊，也是有一个不错的刷屏，然后包括后期的话 M60 也是各种爽，包括科秒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这一局怎么打的。幻神直接把这个 A 连接的抽了，想着帮队友架一下，队友来到了这个小道这边，看一下 A 连接，但是 A 连接有一个，马上出队友。要不然说，那么这时候看一下我们加钱，队友说车库一个，那么这边已经到我们加钱，那么这边 R 点队友拉过来被秒掉，那么这时候我接着反架，小跳了一下，结果这个时候被 A 门的给我打爆头了，也是非常可惜啊这一局。我如果说不跳的话，利用一下身法蹲起的话，可能会。会好一些，躲过他的一枪吧，算是。好，那边的话，第二局也是直接拉下 A 大道，也队友没有说是沟通，说是 A 连过没过人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也只能说是自己去看，没说话的话，我就默认当没有过吧，对吧？有的时候确实是说这个队友他不给你爆点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想着帮一下队友，包已经掉了嘛，这边过来防一下。包掉在酒吧里面，那么这边呢？哎，我刚才好像卡到墙上了吗？怎么直接飞过来的感觉？哎，在我的近点，它是一个喷子吗？这是啊。哦，那这边的话也是我的血量不多，六血，我直接想着直接拉到这个包点。那队友包点说在中路，我直接加他加钱，漂亮的一个爆头狙击。那这边的话也是比分来到了一个1-1啊。狙击的这个手感还不错，想着说再直接拉一下 A 大道，直接把他这个 A 门的狙给他狙掉的，开镜直接拉一门。那么这边的话，队友也没有说话，说是 A 通过点。那么这边的话，还是去问了一下 A 门秒掉一个。那么啊，队友说了句什么话我没听清，还是看了一下 A 连接。那么这边 A 连打掉，打掉之后的话，看一下五箱的一个位置。就想着 A 爆脸有可能还会有人，但是感觉概率不是很大嘛，对吧？ A 爆脸秒一个， A 连接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么这边呢，想着跟队友说打 A 架一下这个 A 连接的一个位置。小道这边其实还是想看一下，对，回头队友补过来之后我就不用看了。那么看一下 A 连接啊，哎，结果刚搜进 A 连接拉出来一个，向后 A 连接向后是直接秒掉。那么这时候的话，想着 A 大道这边的话应该是已经到凉亭这边了，直接过来，结果队友也是拉了过来。其实我想着。让队友去帮一下队友，因为这时候如果是二楼回帮道的话，队友可能被打掉，我俩又挺难受的。开枪干嘛呢？这是看一下 A 大，哎呀，最后这个甩枪就有点帅了啊！这个甩枪帅不帅？这本来想杀了他的，我的狙击也全靠甩，真的全靠甩枪，就开了镜之后往那个身上去拉，但是就是直接去顺的话不是很好顺。我的屏幕综艺感并不是那么强，可能还是因为就平常狙击打的少吧。当时正在吹牛逼，我说10-0，我说 A 门别对了，把把送。刚说完打了一个，结果被直接过秒了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也是换到了这个 M60 啊。M60 这个枪的话，数点两发，那么它是以一个点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数点两发就一个点，所以说按照固定的开枪节奏的话也是可以的。点人家太吃亏了。好，走一下这个 B 通这边，3-3、3-4的一个局了。当时我怎么想起来前面有人了呀？这是，可能感觉当时手感能比较好吧。冲了五枪，开了吧。这边的话 ，B 通也是拉过来，一个小连跳。那么这边大口没有看到，想着应该是打 A 了。队友爆点这时候说是 A 到了，没连接这边有一个人正在交战。那么看一下这边。然后队友，我问队友厕所没掉吧？因为前面的话，队友爆点说是厕所有一个 A 小这边，这边有一个，直接一个拉枪爆头 ，nice， 这个甩枪。那么小刀确定一个，狙点位一个，厕所一发锁头啊，这一发有点帅了啊。但是我的又 A 小，队友爆点说 A 小99五箱，五箱一血。那么这边的话，直接架一他一个体验枪，漂亮。哎呀，这 M 点人锁不锁？当时又感觉那一发又行了啊。直接一发，这边的话比分也是来到了4-4，打平了。这个牛牛是非常的可爱啊，这个牛牛。哎，还有表情。卡一下比通这边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当时就吹起了机操。然后说比通进不来。接着卡一下比通。卡夹了，感觉这局他们应该是在卡夹吧，所以说一直没有什么。信息，哎，大口一个，队友也是非常 nice， 这不掉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想他们应该是卡加了，要么就在 L 点的位置，队友非常 nice， 一波压加。深处吧，来酒吧往上压。队友说酒吧往上压，小心他家深处。因为听到酒吧这边 nice，
那么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说一下，我在每天的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会在这个虎牙直播，大家可以手机下载虎牙直播，或者是电脑直接搜索网页虎牙直播。那么打开之后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杨鹤，就可以找到我直播间了啊。每天下午的12点钟到下午5点钟是一个直播时间，那么每天下午都会给大家这个抽福利，比如说红包呀，或者鼠标垫、鼠标这种之类的，或者是抽上分。大家下午有时间的话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大家是可以来直播间沟通一下，好吧？感谢大家支持和观看。我们视频也是来到了尾端了，听到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脚步声音，一个压线扫射，对面枪有点满啊。听到近点有一个脚步声音，那么这边的话他没有选择跳，应该是拉爆点了，我直接蹲跳。但这个爆头有点虚幻，我操，好虚幻呀！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那么记得点一下关注和订阅哦，拜拜拜拜，下期视频见喽。那这一发怎么打死的？